其实上场之前也有在问我这个问题，我想说我在感受感受，这样一场活动下来，其实我觉得还挺激动的，能见到这么多优秀的电影前辈，那一直以来，就是你是不是都很想就是多挑战不同类型的一些角色呢？有机会的吧，有机会自己还是想尝试更多的可能性。不如说呢，有什么角色是你很想试一试或者是挑战一下的？这次其实在二十条里面挑战了一个残障人士的母亲，然后也这样的一个不同以往给到观众的一个形象出现。那未来其实只要觉得哪怕有一点点的突破或者不一样，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收获。希望未来在电影上面能有一个机会，这次来电影大奖也是觉得是一个好的开始吧。好好，谢谢丽莹，谢谢谢谢谢谢媒体朋友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我们先看中间的摄影师镜头，左手边，好，再来就是右手边了，右手边，我们继续看前面，好，我们再后一点，后一点，后面一点，就是，后面，对，后面一点，对，有些手在飞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还有上面的媒体朋友，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